对不起，是我走路没看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呀，袁琴，你衣服湿透了。老秦，你还挺绅士的呀。我先去收拾一下。 不会吧？我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。我该不会是被虐出斯德哥尔摩症了？虐得越多，他突然有点人类的行为，我还被感动了。你，不，像这种变态的完美主义，为了我的身心健康，我还是应该离他远一点。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尽最大努力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老实站在一边。要不是比赛规则需要3个女生，你就没有上场的机会。我知道了。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直接来。袁姐。啊。来了。来了。要自信。 弄什么了？
球还真是个野蛮运动。云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听你口音，你是南城人？我是南城人，但是和打篮球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我爸也是南城人，听起来特别亲切。好巧啊！喂，我想跟你聊聊。青春同学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那你为什么一个球都不传给我？所以，我从小到大虽说不是第一名，但也受不了垫底啊！你一个球都不传给我，把我在场上当猴耍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智商，传给我一个球。好。你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下半场比赛开始。袁浅，你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要换场。还要球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袁浅去哪儿了？这关键球大功臣啊！
他好像去上厕所了，刚才看他被撞得挺厉害的，应该不太舒服。我觉得我老乡是不是和袁浅有过节、啊？我看我那老乡和他那个队友一直照着袁浅身上招呼，看着就疼。对了，上次我老乡还跟我打听你和袁浅的事儿呢。青山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在舞蹈系沾花惹草了？不可能，老秦这么一个钢铁直男，他连雕塑都不会做女的，比和尚还素，他怎么可能沾花惹草呀？不过老秦，你真的不打算在大学里面找女朋友？女朋友这种生物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，谈恋爱也很浪费时间。一个男人如果沾了感情，就会迅速有弱点，而我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。给我滚！他们说秦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那你俩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小薇，你跟秦深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他最近为什么对你这个态度啊？我俩刚才还因为你把那个狐狸精打了好几下。我和秦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好，但是以后不要针对袁浅了，和他没有关系。不是小薇，你们到底……算了，肯定是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。你要不想说，不说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去吧，我去，走。我去了。辛苦了，早点休息，爸爸。哥要，给我一个呗，我也要一个。我们一人一张。一会儿我们先走啊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林薇，这就是你们班的秦深吧？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，长得好帅啊。陈锦南，你不是没打球吗？你这么积极干嘛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可是我们班唯一的替补。他就没指望替补上，连球衣都没给他定，还替补。我就说嘛，我们班再怎么也轮不上这个废柴吧。废柴？你说谁废柴？啊？废柴？废柴？要替我们笑你！别别别别别！见班群了，黄可无望了。让你上课就上课，事情还不少，动手。哎，袁浅你也在啊？哎，我们都在，特别想。多多指教哈。我是不是跟这个三剑客杠上了？连体育课都能选在一起。